好，中波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在垦丁的帆船室哦。海棠台风的威力有多惊人呢？其实看现场就知道，因为可以看到呢，现在船帆室这边呢是已经打起了枪，超过十米高的巨浪哦，而且整个海面呢都是这个巨浪不断的拍打过来，真的是相当的骇人哦。那其实呢，刚刚我们在现场呢也亲眼目睹了有这个岸巡人员哦，被这个打起来的这个大浪给淋湿哦，真的是相当的惊险，还好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。那其实从下面的开始呢，从现在开始，其实整个海棠台风的威力哦就已经随着这个直接扑向南台湾而来哦。可以看到呢，目前呢记者呢现在位于这个帆船室的这个栏杆呢，其实只有一点点的距离哦。从身后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巨浪不断拍打过来，真的相当的惊险。但是记者也不敢靠它太近，因为其实有许多的岸巡人员都在这个堤防那边借护，就是要避免呢民众呢，如果靠太近的话，就会像记者一样，整个身体就会被这个拍上来的巨浪给淋湿哦。因此呢，现在我们不能靠得太近，要避免这个发生危险哦。那也要提醒民众，由于这个海棠台风呢，现在的威力呢是已经越来越剧烈，预计呢在越晚之后呢，这个风雨的威力都会越来越惊人。也要提醒民众，千万不要出门，也不要来到海边，才能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哦，并且一定要做好防台措施哦。那以上呢是记者在这个帆船室的现场为你做最新报道，再把时间镜头转还给彭磊主播。